整上一小锅，小波龙必不可缺少的，当然了，还有必不可缺少的大爆头。哎呀，这么大的纯正的海水大虾，整理大鲍鱼，来上一点香醋，来上一点料酒啊，最后来上一点酱油，上上水，来上一点8+1。哦，进来的铁子，给我来个双击，咱们15分钟开漏啊，给一个就给一个。哎，太爽了。